今天这部影片我们要来整人，好不好？整人。然后这个游戏是一个矿车游戏，然后你要坐这个铁轨，然后到这个人的嘴巴里面，然后就可以在这个排行榜这个地方得到 winner。然后 winner 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，然后其他人都还没 winner，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整人，整的。他们现在把矿车挤成这样是怎样啊？挤成好乱哦。然后这个培根头想上我车，我现在就故意选一人车，这是一人车，然后两人车的位置，然后后面好像是四人吧，你看那个比较大台的真的是四人的，但是被他们挤成那样子是怎样？所以我现在就尝试把他们，这是想用走的，先，我要想办法把它挤下去。在我拍这个游戏之前，我早就已经玩过好几次了，所以，这个偷跑的犯法了，居然敢偷跑。趁警察在检验的时候，居然敢偷跑，撞飞他，犯法的下场。呵呵，你看这个人在干嘛？撞下去，在干嘛？在发挂机吗？从洞掉下去。上面我已经确认过是没有人了，因为我已经说过，在这个游戏我拍片之前，我已经玩过好几次，所以我上面我之前拍片之前我已经确认了，所以我现在就这个人在干嘛？他想要走上去是不是？走上去撞死他。OK， 会。然后他卡这样是怎样？为什么他会卡成这样子？撞他！哦，哎呦，谁把我撞那么远？这个翅膀把我撞那么远，他犯法了，乱撞警察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怎么讲的警察车啊？因为他犯法了，所以我现在就当警察把他们撞飞赶走，假装去上面 winner 就是抢劫，然后我禁止这些抢劫的，然后这些就是通往抢劫的路上，然后我要赶走他们，把这种游戏想成这样。你看我很有想象力，对不对？并没有，我非常有想象力，能把一个单纯的矿车游戏成这样子。OK， 哇，他们现在才刚到这边而已，那这边去除吧。不准抢劫！这个人墨镜男居然敢戴我身上，还露出那笑容，衣服上还有绿色的怪物。墨镜男，撞他！撞培根头女生，撞他！墨镜男，背包包，墨镜男不要撞我！挤上车！上面没人，我就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撞他们。然后如果你们现在好奇我现在这个可以让车子飞起来的道具，到那个道具就在那边，你们应该有看到吧，在那边。所以那个培根头女生卡在那边干嘛？开快车的，他只要卡成这样基本上是起不来的，因为你能想到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从那样卡成这样然后起来。培根头女生配培根头刚刚好。你怎么能撞我？撞警察车子犯罪可大了，好不好？赔5000 Robux。如果你没有 Robux 的下场，就是被撞飞。他不是被撞，他是被撞卡住，从这个缝可以掉下去哦。然后我今天的目标是，我记住一个人的名字，这个 EG6FO 这个红色帽子的这个人。这个人他离开了游戏，我们就完成挑战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，所以我要整他，然后整到那个，我就随便挑一个人啊，因为第一个最显眼的就被我挑中了。他打这个 sad face， 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后买什么啊？后里却是哦，我看到他了，他在这边啦，所以我要把他弄离开游戏，我就完成挑战。我看一下，我来这个地方，然后快点，你的培根，OK， 被我撞翻了。这个 EG6FO， 开快车都要死吗？撞你，被撞下去了。这个开快车的差点翻车的这个，我要那个保护交通社会，好不好？把他们全部撞走哈。撞他车头，哈哈，被我撞翻车了哈！
开太快了。你看，像这个乖乖的，叫慢慢开，人慢慢开这种，我还是要把它撞下去。OK。他们现在挤成这个样子，是在干嘛？他们想要拔河吗？我现在1-3哦，又推掉一个人了，推掉一台了。哎，现在只剩一个人了，那只剩一台，他已经输了。OK， 我现在先让他们走，让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到 winner， 所以我要先躲在这个地方。他们等一下过来后，我就直接在直线跟他 PK， 看谁车子马力强，撞他，撞他，撞他，把他撞回去，把他撞回去7点。哦，撞他，撞回去，把他撞回去7点，撞回去。哎，翻车了，可恶！啊，没事，翻车。这个没有头发的。你知道其实我现在在 Roblox 里面的外观也是没有头发，只是我现在戴的这个头套，只是看不出来而已。他那个样子很熟悉。喂，这个培根头女生开快车，等一下他怎么那么快？他把我撞，哇！太快了啦，撞死！哎呦，我的力量还是比较大，好不好？这个想要偷跑的这四人哦 ，OK。这个想要偷跑的又是四人的重力加速度，怎么一下就撞走了？四个人的是不是越好撞啊？我不知道，随便乱讲。有人上去了吗？没有。OK， 哦，好快哦，太快了吧！开快车的，开快车的，开快车的，1公里罚10000，好不好？他开30公里吧，300000；他开300公里吧，300万，好不好？这个开太快了。罚钱，罚钱就是被撞了这样。哎，他有那个翅膀哎，这翅膀的那个活动是在2020年2月份的时候的活动，他居然有那个翅膀哎。OK， 他现在在打 Sad Face， 伤心啊。然后，我现在想到一个新的，我准备。我想到一个新的计划，因为刚那哎、他还在哦，我还以为他已经离开了。等到他离开哦，飞得好高啊！撞他撞他啊！哦，开快车哦哦哦哦，居然敢抵抗我，抵抗我的，完蛋了！你们完蛋了，不是我完蛋，是你们完蛋了！撞你！哈哈，你的矿车卡住了，然后。很多转角都很好撞的，像这种转角的，啊，像这种转角的都特别好撞，撞飞他。哦，哇，刚刚那怎样？刚刚那飞到哪里去了？是那个吗？是他他飞到那么远去了。我看到他了，他在这边，把他惹到生气。再见吧你，撞啊！我被他们弹飞了，他们俩力量太大了，还有加上后面男生的赞助。他们这些罪犯们，撞飞他，撞飞黄金头发人，黄金头发戴耳机的男人，撞想用走的，想作弊是不是？想作弊？这个黄金头发男，开快哦，好快哦，他速度只要超越我就犯法了，好不好？守在这边等他。哦，你看他速度现在超快，他速度现在跟我差不多。撞他！他怎么？我还以为他刚穿过我。蓝色头发的，蓝色头发开很慢，很好，也是这样死。那个人是不是离开游戏了？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达成了，那个人要离开游戏了。OK， 好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哦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